中国政府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，根据国防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，合理确定国防支出规模。近年来，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，保持了国防支出适度增长，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。2023年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国防支出1.58万亿元，比上年执行数增长7.2%。其中，中央本级支出1.55万亿元，比上年执行数增长7.2%。增加的国防支出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按照军队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安排，全面加强练兵备战，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；二是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，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工程，加速科技向战斗力转化；三是巩固拓展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，保障重要领域改革举措和急需政策制度实施，提高军事治理水平；四是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，持续改善部队工作、训练和生活保障条件。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，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。从2008年起，每年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。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，中国的国防支出，不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，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，还是国民人均国防支出、军人人均国防支出等，都是比较低的。中国有限的国防支出，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。